之前这只脚是会偏的，然后现在是比较不会。术后回诊，何先生恢复良好。他患有脊髓表皮样囊肿，这是神经轴内罕见的良性肿瘤。核磁共振发现，肿瘤从胸椎长到腰椎，量起来大概有将近14公分左右。何先生背痛多年，几个月前忽然觉得双脚无力，频频跌倒。能站起来一次嘛？突然间，你突然起床的时候站起来的时候，你整个是趴下去。最难忍受的是大小便失禁。本来是没有很想尿尿的，然后突然间就莫名其妙就滴出来了。它长的位置刚好在胸腰椎的临近，所以它影响的神经就是大概第一腰椎以下、第十二胸椎以下这些。这里包括的就有两脚的力量活动，还有大小便的神经在这里，甚至男性哦性功能。肿瘤过大，拖越久，手术成功率越低，甚至有瘫痪风险。何先生及时接受手术，恢复健康。这种病人一开始应该也会有背痛的问题。一般的骨刺造成的背痛在床上躺着休息都会改善，但是肿瘤造成的躺在床上反而更加不舒服。医师提醒，莫名下背痛、手脚无力、大小便失禁，都要尽快就医查出原因。大爱新闻嘉义大林综合报道。